爱酷八 Pro 赛道版珍藏版啊，拆箱咱们看一下，看里边都有啥。爱酷赛道版的一款手机，再加一个55瓦的车载充。拆箱咱们看一下手机。严峰呢？这会儿又扒一下，但是没拆。赛道版好看。拆。前面屏。嗯，前面屏。后边是磨砂面，这质感。55瓦的车载充。啊，你开车怎么用？120瓦，大充头，对，120瓦，120瓦，白色的小手机壳，跟那个，跟那个笔记本，哇塞，老弟，眼光不错，这个电脑你看这方向能跟能。